大家好，我是朵朵，很高兴和大家见面。今天我教大家扭针的编织方法。扭针一共有两种，下扭针和上扭针。我们先教大家下扭针。织下扭针的时候，右边棒针从下面一根线穿入，我们一般织下针是从上面一根线这样织下针。我们织扭针呢，我们要从下面，大家看，从下面一根针穿入右针，然后织下针，织完之后这个小辫子是扭一下的，这就是下扭针。上扭针，织上扭针的时候，右针从下面一根线，下面一根线穿入织上针。我们再看一遍，从下面一根线从外往里插入棒针，织一针上针，这就是上扭针。好了，今天就讲解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